求父亲我们，
身体上可能遭遇一些疾病，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你是我们随时的依靠。我们只要信靠你，我们定睛仰望你，你绝对不离弃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。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仰望，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悦纳我们所献的。以上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主，神真的是随时都我们预备。我从来不打投影片，因为礼拜五我们小组用了这一次，那我今天又带在身上。如果没带那个 USB 的话，今天大家都只能听我们敬拜的场，也看不到这个字幕。所以请大家必须把你们的圣经来教会就带来。我每次我领会差不多都有提醒大家。哪一天电脑宕机我不知道，今天电脑就宕机了。经文有没有？有，但是版本跟原来不一样，因为临时弄的，所以字比较小哈。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章第四到第十节，大家看得清楚吗？看得到。近视眼老花眼都看不见。那么有带圣经的，麻烦你就念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出埃及记三章第四到第十节，由我来读双数节，由会众来读单数节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进前来，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”